好，各位同仁，我们现在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五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12月13日星期二下午12:14至20分，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陈委员曼丽等16人，主席江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二会期第14次会议议事录。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五次会议议事日程未审定，主席宣告本次院会议事日程草案内容，朝野党团无法达成共识，原潜力将本次院会议程草案提报院会处理，并宣告散会。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上次会议记录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们会议记录就确定，请宣读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如有委员要登记发言，请到主席台前登记，与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我们就截止登记，然后依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发言后再行处理。现在请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16次会议事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2月23日星期五、27日星期二上午9时至下午6时，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15次会议议事录。二、委员黄昭顺等拟具《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修正草案》，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三、至此，委员姚文智等拟具《海洋及渔业部海港署渔业署水产试验所港湾研究所、中央气象局等组织法草案》，海洋委员会、海巡署、海洋保育署等组织法、国家海洋研究院组织法等修正草案，均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一、委员费鸿泰等拟具《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二、一、三，委员庄瑞雄等拟具《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修正草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正草案，交经济内政两委员会审查。一、四，委员刘建国等拟具《医事检验师法》修正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五，委员何新纯等拟具《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交教育文化委员会审查。一、六，委员吴其明等拟具《香港澳门关系条例修正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一、七、一、八，委员黄秀芳等拟具《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修正草案，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九，委员柯志恩等拟具《科学技术基本法》修正草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二、零，委员曾明忠等拟具《证券交易税条例修正草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二、一，委员林维洲等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交交通委员会审查。22至31，亲民党党团拟具《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修正草案》，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银行法、保险法、信托业法、证券投资信托及顾问法、期货交易法、证券交易法、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电子票证发行管理条例、使用牌照税法等修正草案，均交财政委员会审查。3233，委员王玉明等拟具《高级中等学校建教合作实施及建教生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公益劝募条例修正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34，委员罗志正等拟具《军事教育条例修正草案》，交教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35至39，委员李俊毅等拟具《中华民国宪法及征收条文修正草案》，均交修宪委员会审查。40至41，委员吕玉玲等拟具《地方制度法》修正草案，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42至43，行政院函请审议《原住民主语言发展法》草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44至125，财政部、经济部、考试院、交通部、教育部、卫生福利部、内政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文化部、科技部、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国防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劳动部、原住民主委员会、行政院法务部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126至147，教育及文化等委员会函未预算决议事项准予动之，行政命令予审查期限，预算案予审执行期间，请查照案。148至158，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委员王定宇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修正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二、委员罗志正等拟具《侨委员会组织法修正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三、委员苏正清等拟具《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恢复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四、委员邱志伟等拟具《税捐稽征法修正草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
五六委员周初敏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公务人员退休抚恤基金管理委员会组织条例》等修正草案，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弃置死委员陈廷飞等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等修正草案，均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学生辅导法修正草案交教育局文化委员会审查。日治时期日本政府国库券及债券处理条例草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一委员王荣章等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一二委员蔡宜等拟具《民法亲属编》修正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一三至一五，行政院函请审议国家安全局组织法修正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税捐稽征法、货物税条例等修正草案，均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一六。委员李彦秀等拟具医疗法修正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一七委员陈超敏等拟具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修正草案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一八一九委员蒋万安等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修正草案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产业创新条例修正草案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二零二一。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刑事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修正草案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委员咨询部分宣读完毕。好，跟委员会报告，因为没有委员登记发言，所以我们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咨询事项就通过。现在请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讨论事项第一案住宅法修正草案第二至六案院会通过予以删除。第七案一零六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第八案一零五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宣读完毕。好，现在有三位登记发言，我们第一位请吴委员玉琴发言，时间两分钟。啊，主席，民进党立院党团这边针对第九届第二会及第十六次会议议事录，议事的日程讨论事项建议，列案顺序如下表，我请议事人员协助宣读。好，我们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第一案住宅法修正草案，第二案证人保护法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与洗钱防治法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第三案口腔健康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四案本院财政委员会函送交通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一百零六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公务部分审查报告与中华民国一百零六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经济委员会两案并案审查。第五案一百零五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请第二位林委员德福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我想有关于第九届第二次第二次还有第十六个这个会议讨论哈，那本席代表立法院国民党团就是针对讨论事项，国民党团建议增列这个一共六个案子哦，那顺序就照这六案那主要我想有关于这个可以说这段时间民进党政府准备开放日本这个福岛周边这些核灾食品进口到台湾来那引起我们国人这个很大的一个焦虑那当然站在国民党团立场认为说这是属于食安的问题，民生的议题，所以说我们是希望透过公投，虽然说这一段时间尤其上个礼拜行政院有说暂缓，但是暂缓公听会召开并不是暂缓就是以后不让他进来，所以说民众还是有很多的很大的疑虑所以说我认为说还是要交互公投让政府知道听到人民的声音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那其实这个已经这个在我们程序委员会送到院会其实已经挡了一段时间，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一次的增列案
哦，让他能够顺利的这个来付诸让全民公投，我认为这很重要哦。我讲就做以上表达，那我们就请议事人员来作为代读，谢谢。好，我们请议事同仁代为宣读。第一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院会决议，依据公民投票法第十六条之规定，提出你是否同意政府开放日本福岛三一一核灾相关地区，包括福岛与周遭四县市等地区农产品及食品进口之公投提案，交付全民公投是否有当经公决案。第二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院会决议，要求行政院院长林权针对开放日本核灾食品输台向立法院做专案报告，请公决案。第三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院会决议，要求卫生福利部基于国人健康甚至下一代之安全，应依据行政程序法第155条及第156条之规定，重新举行十场听证会，未举办之县市及离岛亦应补办，请公决案。第四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院会决议，在台日双方未达成司法互助之前，日本福岛邻近五县市食品严禁输台，请公决案。第五案，住宅法修正草案。第六案，反族群歧视法草案。宣读完毕。好，我们请第三位徐委员永明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六次院会建请增列讨论事项，一二三四案哈。那请议事人员宣读。好，我们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第一案，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第二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党团建请院会决议，要求劳动部将医师纳入劳基法之适用范围，请公决案。第三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党团建请院会决议，我国政府应要求日本政府由双方官方及民间团体代表共同组成调查评估小组，针对福岛等五县之食品及相关产制检验程序进行检验及评估，在评估报告向本院进行报告，并由行政部门提出完整管制检验程序要件，确保安全无虞，并经本院同意之前，行政部门不得片面开放福岛邻近五县市食品进口，以为国人饮食安全，请公决案。第三，本院时代力量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于第九届第三会期前，先择议委员会试办委员会中心主义之会议室配置，试办一会期后，再全面改建本院所有委员会会议室空间，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三位的这个提案都已经宣读完毕啊，那么依照过去的经验，大概不会有共识啊，我们就草案送院会了。本次院会议程草案，朝野党团无法达成共识，将本次议程草案提报院会处理。好，我们现在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无会审查者共九案。二，依请愿法第四条之规定，系属应提诉讼或诉愿之事项有八案。三，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负者共107案。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对于人民请愿案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请问有无临时动议？没有临时动议，散会，谢谢各位。